OK， 欢迎来到我们新的一期，欢迎来到对我们这个饭桌生放松。好了，我们迫不及待。刚刚我们回到狗子的家乡，狗子的家乡，犬子的家乡，对，犬子的家乡，对。开心了，开心吗？狗，开心吗？开心。所以你是代表的表情。这顿饭特别请一下吗？我们的工作人员请。好，狗哥讲义气啊，狗哥讲义气，还是狗哥。那像我们来的这个店，说这家店的菜非常好吃，确实好吃。其实大家之前来的时候有吃过，对，然后确实是特别喜欢这个。今天其实狗哥就是这种死了，我们吃过一次，这是我爸请的，那也是，那也是你们的，确实。哎，你不饿吗？现在都凌晨。凌晨三点，确实，我们已经四天没吃饭了。好，开玩笑，那我们可以直接上菜了。咱们之前不是边吃，然后原来是突然走是吗？可以啊，今天怎么没满？今天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八分熟，七分熟，飞灵，增加了难度吗？有游戏。你信不信我一次？我不信。我们给大家三次机会。证明给他看。不，你看他难，一次就够了。我瞟一眼就够了。其实我觉得，要不就咱们都不吃了，因为光是咱们六个人。确实，就是就算我们挑战失败了，也不可能不吃。我都不信，今天就没饭吃。有本事咱们十个就就咱们瞅小眼在这饿死，对，饿成鬼呀！蛋是吃，我蛋他小眼。来吧，我们来吧，来吧，挑战，去挑战。三次机会，你们需要先看一下吗？不需要，真不需要，直接上吧，真不需要。你已经很饿了，应该。不仅把电脑上了，把菜上了。别错了，谁不会吃饭啊？那你们先定一下挑战的顺序吧。我最后一个，我第一个，我第二个，我第三个，我第四个。咱怎么感觉这么有默契吗？我来了，开始。这是糖果，这是什么？太有默契了，来吧，先给我吧。哇，真的。5000，第一个5000，四号5000。好的，那必须那必须说的特别特别特别慢，那特别慢，特别慢，特别慢，就是今天整个这个好，这样子吗？好，来开始，来，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来吧，第一个谁来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黎县郭阔坦乡库木巴格村上来过村民麦麦提胡尔孙艾图拉哈哈尔丁艾萨和阿布提托和田尔等地手提抓饭拌面烤包子馄饨凉皮油塌了大盘鸡、椒麻鸡炖土鸡、宫保鸡、黄面、拉面、皮蛋面、丁丁炒面、干煸炒面、揪片子面、肉馕、油馕、馕芝麻馕、玫瑰馕、核桃馕、辣子馕、馕包肉、手抓肉、签子肉、馕坑肉、架子肉、果肉。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沙市东面，滋味肉、皮塔、皮塔。各民族相互互相互资，一点毛病也没有，一点毛病也没有，是吗？在，啊、对不起，不是你们的问题，你们的问题，你们耳朵，我都没看过这个，我这是刚看见的，我刚是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区州尉黎县敦阔坦乡库木巴村巴格村村民麦提图尔孙艾鲁拉帕哈尔丁艾萨和阿布里克穆阿布拉阿木提托和吉尔等不是和吉尔是和吉尔大人可说了他说对吧你伤害了我家一扇耳光加两道大菜吧真的来吧来吧行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黎县
敦或檀香，固木巴森。尊马尔金托尔森，艾比布拉，哈哈，英艾萨和阿布里克，穆阿布拉阿姆提托和加尔。手提抓饭，拌面，烤包子。馄饨凉皮由他等，大盘鸡、椒麻鸡、炖子鸡、宫保鸡、黄面、拉面、鸡蛋面、丁丁炒面、干煸炒面、揪片子面、肉馕、油馕、芝麻馕、梅子馕、核桃馕、辣子馕、馕包肉、手抓肉、签子肉、馕壳肉、炸子肉、过油肉。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莎车县自热以下吉克民族香库子马勒村。维吾尔村民阿里木萨提艾德斯托格提和妻子古丽波斯坦曼曼提阿里曼曼提一名。哦，太强了！吃饭吃饭吃饭，还有五秒钟，真牛啊！成功了，多亏了我给大家。五秒钟。多亏了我给大家，多亏我笑了一下，不然我后面说不了那么顺。上菜，吃饭喽，家人们！哇哦，太夸张了！怎么突然间就这么多菜了呢？老老板请客，这是我们家的川菜。强壮举手，原来如此。哦，我们今天要喝，我不知道我又有家人。我说哥哥就只是要吃，知不知道你那个就只是要吃，六，只知道吃，哎，没啥事，哎，真不知道，咱也不敢吃，咱也不敢问，吃好喝好睡好，三好三，哎，到点了，哎，那我们有请哪位小朋友来唱歌呢？来吧，我先来吧，行。接下来就是 In the Back 的一首歌。行，哇！于是我已经熟悉这首歌了。在录音室喝茅台的我，三个小时 freestyle 创作的我，你知道唱歌来的我，从不需要跟谁交代的我 ，I'm a boss， 但目的不是为了赚 money， 做他没做过的事情，为了听我 NG 上 CC， 他把脚程都带到北京 ，OK， 我们来去自由，找到支点就让他被踢球，麦克风当我的匕首 ，Bang bang， I'm a top， 资格到以后 ，Welcome to I'm room bro， 掌管我们的神游，我们像是负责着联盟般的存在，这个地球由我们拯救。Hey.好了 ，OK， 快快快！你狗狗唱什么歌呢？贝加尔湖。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好，下一个。好，那现在到我了，就拿张纸呗。你要唱什么呢？好，丑，立马他要唱好运来啊！怎么不够呢？这个欢喜。叠个千纸鹤，走进里面的走。系个腰带。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林佳韵老师的《我想》。哇，我想，我想了自己。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美好都洒在你脸上，我想把你的世界全部都照亮，停留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想看见天上璀璨星光随意闻名，想披着自由，想装电脑随意闻名，一
心靠近你，爱人的眼光随意去觅，畅想感受到人间天堂，随意我努力。我先是个接触空调后下来的羽毛，有燕子的属性们为了帮我一个笑，一天在我刚好之人上头来一招，说唱可以对你不计划睡觉的礼貌，把这一片花环你又送给你，把美丽变成花丝绕过我的回忆，因为在乎在乎我的有多少，微笑的涟漪我身上沾上汹涌的波涛，再把你安抚安抚千条万缕，我有我的伴奏，生命不是一直上人漫步，还有这个弯路虎慢慢慢慢走几次也不漫步，想到第三个定的是我不好定的字，学不会再在这首歌的字，前五年我反复练习站在先机，督促你别注意但不一旦没有变异，他们照片花落的芬芳，刀剑黑白的声响，在我麦克风在我舞台上面的灯响，一地是努力的动一足印，才能把万事改变成镜子。下一菜，点点继续就行了。哎 ，When you when you saw me down， 所在的朋友全部 leave me alone， 别跟我玩，你我不一样，我的游戏没有你的接力棒。So behind 你周围都是假的不停 bounce， 绝对不能 money 让我搞定第一辆。That should leave me alone。Definitely me alone， 我们生活就是在些屋里头滚动雪球踩着节奏，看我们如何去征服这个酒，喝一杯大声唱轻轻胸口，由于所以我也不愿假装，所以是擦伤 My dress that's too tone， 从我身上反射出了彩虹，感到心痛，耳们每天都在庆功，快点想小屁孩我是怪兽，录音棚是我的玩具工厂，来买菜狗，拜拜对你说声拜拜，猜猜这礼物是被拆开，太快我在推出开始扩散，所有城市都立身斗吧。 When you and you saw me down， 所有家的朋友全部听了，我要到我了，带来一首 Bad Day。On a day after sad, the stamina of the sun, don't hold on me now, I'm not online tonight, but a lie, I'll flip new page up, reply tomorrow. You only know this on my spirits every day that I animate it all, the pride aside, and now I feel so blind. Once upon a time, I was on my way to uphill my day, waiting all day. I was levitating till they hit me with reality. If it rain got it right now, I'ma get another day. Yeah. Well.It's about 8 a.m. now， 我只想一直放休，横个丢丢，今宵用来消愁，短线没必要收，话是不是想吗？我很揪心 ，Mr. All my family and brothers， everybody knows me， but I feel alone inside， working a different role on the microphone， 心情摸不透，我到底为何究竟，容易忧虑，进入 L free， 像是手背手心 ，Why did Kobe have to go？ 总有些事我看不透。Wake up and back into the zone， you know。哦 ，Thank you， 谢谢大家。OK， 这是咱最后一期的放松，主要是因为饭桌是放松最后一期，没错，饭桌是放松最后一期，主要是这我们玩的有点过了，玩剩下了，玩剩下了，然后我们现在准备玩点新的，玩点意识流放松什么的，是，所以说，一些意思就是下意识是靠意识给你放松，就是对，你要问我，你要催我，我说还不发，我意思就是我已经发过了，只是收到而已，是吧？脑电波放松，就是我们下来在想一些新鲜的游戏，动放松，可以有很多一些花样的玩法，我们在后续的话可能再想一想。然后也会给大家就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我们就这一次我们就完结束了吧，结束了吧。那干个杯吧，我们的家乡，干个杯吧。在成都啊，我们外，成都撒花，别别，正式一点，正式一点，真的，到这儿，来，完结撒花了，家人们。打声，伴着声望送杀青嘛。来，好，叫我好，完结撒花了，拜拜。今天 sorry 的，放掌声吧。完结撒花到此正式结束，拜拜，大家再也见不着饭桌的放送了，期待更多的有趣的小游戏吧，拜拜，再见，拜拜。